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9月25号礼拜二各星座运势。首先要恭喜的好运星座有牡羊座，从今天开始感觉到吃喝玩乐、恋爱好运啊。巨蟹座的朋友今天感觉到赚钱非常的顺利哦，那么开会也会非常的轻松。那么狮子座的朋友呢，今天适合心情非常的愉快，而且有感觉光鲜亮丽的好运气哦。两名星座在今天请你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天秤座的朋友，花钱消灾好事多磨；天蝎座的朋友，请你注意防晒哦，皮肤过敏的现象持续增加。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白色数字3，土象星座请你用绿色数字7，风象星座请你用蓝色数字2，水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9。